哎呦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，今天真的是被天气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厉害了！我们这个今天主题跟我们最后这个景点可是有关系的耶。哦，金陵村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长皮湖金陵村。这个地方其实非常非常大，它有设置了很多种不同主题的区域，然后它这里也有小动物，然后另外呢，大家可能等之后来的时候，它会有温泉区，然后你还可以泡脚。对，那来这里就是可以逛啊，然后可以拍照打卡。那很特别的是，这边呢其实还有在做这个日式服装的租借。对，就是可以让你一秒就来到日本的感觉。可以拍照。那有卖日本料理吗？他现在已经想吃了，想疯了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带寿司。我还没有吃。他很久没有这样子饿了。好，来一张。我现在收集到一张拼图。两张。他们三张，他们好，基本上从这里可以直接跳过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没赢过，今天都没赢过，一张都没有。有啊，会有一张啊。哎，你有一张啊。最后一关终极试炼，要进行的是智力方面的试炼，也就是成为正式经理的最后机会。各位要前往园区寻找精灵王的图板后，原地选择题号回答问题。哦，看到精灵王就有问精灵王，为什么你是精灵王？没听过精灵王，你是主魔板下面再加一个东西就变精灵王了，是？对，所以早上这个牌就会有题号回答问题。OK， 答错就把精灵王的主板再放回去。答对的话就可以返回总部来翻魔法牌。魔法牌有三种内容。自己获得一片拼图哦，第二个是自己再加某一位精灵一片拼图哦，第三个是扣一位精灵的一片拼图哦，还可以害人。那没有搬起来就是食物的吗？快收工了，快收工了，你翻快翻快一点，你就可以赶快收。反正如果你也跑不动，然后你也不想玩，你就直接躺着。对，那个热量消耗比较少。我觉得廖家一下次回来台湾，他应该不想再来我们节目了，他有点想念香港了。我感觉起来，是不是有烧腊的味道了？菠萝包，对，乳鸽啦。只要有四位成为正式经理，那个试炼就结束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装备就位喽。好 ，Let's go， 好了，这是最后的试炼，大家加油了。好，听到哨音就出发。总部在那边喽。好，对，没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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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哎，带对了，带对了，答题，第八题。台湾演艺圈中有音乐精灵封号的是 A 王心凌 ，B 黄韵玲 ，C 蔡依林。B 黄韵玲。那我要拿回去了嘛？我就回去。哎，去，去，去。那我要问谁？我。好，你要选第一题。哎，你先继续。好，第三。实习精灵蔡王卢。路过车祸现场，协助疏导交通后，立刻上网订购什么物品 ？A. 三角警示牌 ，B. 反光背心 ，C. 交通指挥棒。三角警示牌，这是时事题耶！恭喜答对，你可以指挥总部。我回来了。OK， 回总部在。哎，你要拿那个？我回总部。快！在哪里？总部啊，总部。哎，徐梦泽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振作一下。你说不能因为是零张，然后就放弃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处于一个就是。还是其实他们想要。其实我现在是上智的精灵。哎，我也是。可以加我吗？我根本没听到。哎 ，Teddy， 你。Teddy， 我们帮忙一下，好，你先打，我先打，我们互相帮忙，互相帮忙。Teddy， 我们帮忙一下，好。廖嘉怡，不要一直聊天呐。互相帮忙，哎，请问这个是哦好，几号？一到十五。一到十五啊？选一题。十。第十题啊，高山峰与哪位名人是同一间学校毕业的 ？A. 831的阿普。哎，不好意思。B. 五月天的阿信。C 于丁密的清风，如果是我觉得，要么就是阿信，要么就是清风，清风好像也是偏年轻的啊，所以我猜阿信。阿信，恭喜答错，牌子放回去。来，
赖，我答对。黑牌，你也在排队。自己获得一张拼图。我在对着嘞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主魔牌。这个，加魔，因为太好了。我先加那个嘉怡姐，因为她今天我们合作。对，我是这个，但我可以再加嘉怡姐。室内，我想应该有。哎，这里嘛，是大家傻傻的传统的地方。来，一号。要电影《魔戒》中的精灵擅长用什么技能攻击敌人 ？A. 法术 ，B. 弓箭 ，C. 催眠。B. 弓箭。答对。拿着牌子推总部。拿着这个牌子推总部是不是？走啦！第六题。实习精灵廖嘉怡曾经获得哪一项选美活动的冠军 ？A. 世界小姐 ，B. 中国小姐 ，C. 城市小姐。B. 对了吗？答对，恭喜答对。耶、yeah, ！好，到总部那边去。先选 B， 一到十五题。八。八。实习精灵廖嘉怡曾获得哪项选美活动的冠军、oh. ？A.世界小姐 ，B 中国小姐 ，C 城市小姐 ，B 答对。赖，好，三选一，三选一是不是？来，中间这个。Yes， 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好，嘿，我要选哪一张呢？就这一张了。来，某一位请找一张。那叫这个。好。三选一。怎么？扣一个人一张，你要扣谁？扣一个人哦。那我扣他的。我看到了。九号。我是 Luck 一月九号出生，实习精灵 Teddy 相当热爱动物，对，将其动物猫取名为 A 是麻鼠 ，B 是麻吉 ，C 是麻将。Teddy， 麻将啊，好，打错，啊，那这样好，然后我要再去找牌吗？在这水里一定不会有啊！那我要拿走对不对？拿着。我白痴，我以为上面有镜子。就要拿走。一到十五，哎，我现在就可以问问题。一到十五选一题。三。实习精灵 Teddy 相当热爱动物，他帮他的宠物猫取名为 A 麻鼠 ，B 麻吉 ，C 麻将。麻吉。麻吉，答对。那这个给谁？带去总部。我耶耶耶！五，五吗？对。来，第五题是实习精灵圈圈最喜欢的料理是 A 冻饭 ，B 鸡肉饭 ，C 咖喱饭。啊？什么？咖喱饭。对。恭喜答对。答。拿着这个回去总部。这里一张，哎，这里就一张。我选十一，对，在个人网路频道中，与家人前往嘉明湖拍摄，请问同行登高的是老婆、小孩们，请假。王仁甫，然后是老婆，老婆答对了，啊，对，好，拿到去总部，总部对不对？这，张主任。自己一张，然后再加一个人一张。我刚刚都没有结盟，怎么办？随便加是不是？算，我刚刚跟他有交换情报。那个 Teddy 在哪 ？Teddy， 好，我加他，好不好 ？Teddy 吧，好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来，加一张。OK， 来，某一位精灵减少一张，你要扣谁？你要扣谁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我如果翻到负一，会不会翻到扣一，会不会负零？你是扣别人？我可以扣别人啊。我没有负一张的，我就中间的。是九的。Oh yes。十一，十一。请问实习经理许梦哲，因为拍摄而去送急诊，他是被什么道具闪到腰的？啊 ，A 健康步道拖鞋 ，B 韵律球 ，C 麻布袋。这很简单哎 ，B 韵律球，恭喜答对。然后拿牌回去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拿牌带去走。第十二题。实习经理蔡黄路过车祸现场，协助疏导交通后，立刻上网订购了什么物品 ？A. 三角警示牌 ，B. 反光背心 ，C. 指挥交通棒。畅如，我可以请问一下你们，你那个三角三角反光板，三角警示牌，三角。第七，实习军龄军勋最喜欢的料理是 A 冻饭 ，B 鸡肉饭 ，C 咖喱饭。咖喱饭，恭喜答对。你看我真的很了解，不错不错吧？那边，我找到了，来，三道食物选择三。实习军龄木星是哪个超人气网红团体的成员呢？A 那群人 ，B 这群人 ，C 一群人 ，A 那群人，打错，东西啦，可以不要搞这种，哇，你们这样子有点欺负那个哦，又有，四道食物选择，四号，电影《哈利波特》中的家庭小精灵，主人做了什么事可以放他自由？A 念出自由咒语 ，B 给他薪水 ，C 给他一件衣服 ，B 给他薪水，打错。我不要玩了啦，我不要。这里有一个。选题号。五。以下哪个动画故事中没有精灵角色 ？A 彼得班 ，B 灰姑娘 ，C 阿拉丁。B 是什么 ？B 是灰姑娘。B， 答对。这是不是在整人啊？这一张，不啰嗦。某一位精灵减少一片土。我扣完了。我剩一个啊！这样很过分了，为什么我剩一个？都拿掉我的，太可恶了。来，那我选一个。自己加某一个精灵获得一片，我是我。再加回去，然后你还再加谁？我再加某一个精灵，好，我。对，再加我自己一样。不行的。哦，某一个不知道我自己有。好，那我就加圈圈。圈圈，我加圈圈。好，看我现在战绩。啊，我没加哦，那我被拔掉。来，等等。过了。啊，我也太幸运了。那我就实行这个跟助教讲，助教对，然后预定大家讲，应该。我，君君，我。君君，好难走。自己。自己跟一位这个。第一名产生。莫名其妙就是第一名了，花花。花花。对。那我要假装我没赢吗？继续找牌都可以。那我啊，我自己发挥。那我去找牌啊，这里这里。好，那你要第几题？第倒数。第二。第二。实习精灵高山峰与以下哪位名人为同间学校毕业 ？A. 八三幺阿普。B. 五月天阿信。C. 于丁密。清风，我选择 C 好了。恭喜答错，继续找牌子吧。题目很难，我要哭啊！这里这里，来，我没有一题对，好气哦！啊，果然是智商低。来，四、
实习精灵廖嘉怡曾经获得哪项选美活动的冠军 ？A. 世界小姐 ，B. 中国小姐 ，C. 城市小姐。中国小姐，恭喜答对，拿着台进总部。我终于进总部了。他没有，所以我答错就在哪？对，一到十五，除了三以外，一。台湾演艺圈中有音乐精灵封号的是 A 王心凌 B 黄韵玲 C 蔡依林B 是黄韵玲，恭喜答对。对，老人家都知道。好，好，走吧。这边有第八题。第八题吗？实习精灵许梦哲日前因拍摄事故而送急诊，请问是什么道具让他闪到腰的 ？A. 健康步道拖鞋 ，B. 韵律球 ，C. 麻布袋。韵律球吧？是吗 ？B. 恭喜答对。还好我有看到，印象中好像是。我要这个，哎，我要干嘛？三选一。三选一哦。这里，自己想要再加别人一个，我要加那个中国小姐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哪？好，加了一张，那你要加谁？我要加中国小姐一张，因为她刚救了我。哇，好，那走了吼。他们好快哦，他们都已经五题了耶。啊，今天啦，一二三，我要赶快去答题。哎，我 I'm so lucky 耶！那好啦，瞬间好多，太低，好，加油，太低，是不是？这样才有拼面嘛？在哪？他在哪？去了。已经有人过关了。哎耶，我有看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哦，有，这边。好，五到十五选择。我刚第五题。实习精灵孙协志在饥饿游戏春酒特辑中成为买单者，最后饥饿团队吃喝的总金额是 ：A. 28,040元 ，B. 29,000元 ，C. 28,056元。哇塞，一个是零四十，一个是整数，一个是五十六。A， 恭喜答对。我猜的，天哪，也该让我猜对了吧？好，那就八。实习精灵雄影筋开腰软是个武道高手，这题是动作题，请双手拿棍子，然后双腿跨过长棍，然后请往上拉，然后呢？没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精灵了。哦，我想说还要穿过去。好，走喽。现在那个什么韩尼吗？熊尼。OK， 好，出发。我要自己拿。三峰哥，这边有一张，这边有一张。十一十二，实习精灵廖嘉怡曾经获得哪项的选美冠军 ？B 中国小姐。好，恭喜答对。哎，我拿牌子吗？啊，被你拿走了。哦，太好了。一到十五嘛。对。十号。台湾演艺圈中有音乐精灵的封号是谁？哇塞，会有这个封号，这感觉不是这个年代会有。我猜小林姐，黄韵玲 ，yes。哎，这里有张，好。我第九题。实习经理王仁虎在个人网络频道中与家人前往嘉明湖拍摄，请问同行登高的是？老婆。对。
你们这几个人刚刚是谁抽掉我的？我被拔掉了两个，一定有你，因为你的脸有点带着微笑，跟要笑不笑。你一讲完，他自己在嘴角就这样。他有反应，对他有反应。我有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，才游戏刚开始就被拔两张。来来来，以卡换卡，就是他了。自己获得一片拼图。好，我又答对了。刚王府一直讲说他一直被扣，就他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这里。不要先抽，我先抽，这张。某一位扣一片。然后王府一直诬赖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扣王府。你们都比我多了。我已经快玩完了啦，又加回来。那这样子应该要开始扣人了耶。好，来。哦，真的耶。看待会是谁。哦，特意跟廖佳怡都没有人攻击耶。哦，我发现了。好，好准，好。耶，又有一张。好，你要第几题？第十题。第几题？十题，总共十题。好，第十题。实习精灵许梦哲日前因为拍摄事故而送急诊，请问是什么道具让他闪到腰的 ？A. 健康步道拖鞋 ，B. 韵律球 ，C. 麻布袋。韵律球，恭喜答对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小心走、哦，然后拿这个回去就对了。对，拿回去，小心走。哦，他有这个。这么好，好幸福。好，现在牌面是什么？自己在干嘛？好，我给他点信心了，人虎哥啊，因为刚他是都骂 BBB 了，有点不人道。我们不管了。圈圈也不关啦，因为我刚完了，还是我以后都烂一点啊，自己还怎么好像在称赞自己一样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干嘛？那边有那个什么很小的山羊。山羊？真的假的？还有鹿，还有草泥马，还有驴子。啊，好可爱，两只。不止。哦，三只，四只。好可爱哦！没看过没有。你蹲蹲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就会聚集，还是他会吐口水？他不会。不会，好可爱。很可爱。他可以摸它吗？很可爱。我这边要不要咬到？哦，这两个。啊，哎，他好像猫哦，他还想我们摸它哎。他以为你要喂它吧？真的吗？可爱哦。好可爱，我每个都摸，公平公平。好，不要吵架哦。好好。哎，好可爱。这么明显一张哎，十。好，这一题是精灵是一种耳朵尖长而漂亮的类人形生物，起源自哪里的古老神话 ？A. 东欧 ，B. 西欧，哇 ，C. 北欧，哇这 C。恭喜答对 ，Yes。换人符割一片。人符割，人符割。谁呀？我要跟你说，你扣我那么多题。没有。你扣我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我都知道，我六速六，我套话就套出来了。但是，我帮你加回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什么时候帮我加的？刚刚我抽到加自己跟加别人，我加你，我还你一张。那我要几张？你现在五张了。你剩五张是我自己加的。没有。那刚刚有人又扣你，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发誓。好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如果你有抽到，我们互相好。不扣你。
一张，漂亮。14。电影《哈利波特》中，家庭小精灵主人做什么事情可以放他自由 ？A. 念出自由咒语 ，B. 给他薪水 ，C. 给他一件衣服。给他一件衣服比较荒谬啊！给他一件衣服，他就可以飞走了吗？但搞不好他就是因为没有衣服穿。好，好像是没有衣服。C， 给他一件衣服。几个？5个。好了，我抽到我就过了，我不要扣，我不要扣，我不要偷，不扣我就没办法。对，我不要扣，我不要扣。啊，自己。好，我赢了。那我再加一个人，让那个人也赢。说六张牌的真的是强者，强者啊，对，达人强到不行，强到不行，强到不行。他们两个强运，哇，他们两个是不用多说了。不是我们那个随便抽，真的都抽到是可以一加一的。哦，我每次进去都很幸运，我就觉得就运势好，因为有捐钱还是不一样。难怪你们两个到最后，难怪你们两个到最后就在旁边在那里聊天，他们都绑在摇尾酒。讲你还没有领。对啊，没有，他们两个本来就领先最多，他们两个去做结盟是最合理的。对，只要搬到就帮鼻子，搬到就帮鼻子。那他们两个领先哦，就是结盟合理嘛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在中间没有算很强的，为什么会被攻击呢？我应该是第一轮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你有反应吧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在一开始一直说我少了两张是谁杀的，然后你一直说我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哦，但因为你讲完之后，我就刚好过去抽到扣一张牌，我想说既然你一直讲我就成全你，所以预言，所以你两张变成一张的时候是我杀的，又抓到了。那应该还有其他人呢？我只有一张，我只有一张，我也杀一张，因为我拿的牌不多。没有，我都是加牌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因为我上去搬，我就是搬到减一张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当时你有三张，我就想说他们那么多，你不杀最多的。但最后我有搬回来，是我有抽到加一张，我补回来一张。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在经过自己的认真跟努力，怎么样？虽然你们不断的杀我，但是我依旧再次集回了六张。你还是取得了仙子哎，你真的是精灵王哎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样子杀我，我努力打哎，我超拼的耶！好厉害哦，都是怪。但是我们现在手上哦，大家都有拿到牌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有三个人没有拿到牌子。对啊，为什么不给我们？许梦哲，然后廖嘉怡 ，Daddy。哦，所以有一个是过关的，还有一个。最后我加了那个人，就让那个人过关。那个人应该要过关。那个人要感谢我。是谁？你们我除了让自己过关，还帮了那个人。是谁？他就可以吃了。那真的是完全。说谢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加了他，他才三张。一起。三张了。你们两个就很。我怎么了？你们开头在那边讲说，哎，我们节目什么，我一直在后面在。非常好，不理我。可我有看到你是五张，不知道为什么变三张。对啊，他们就是这样不理我，所以因为他们的牌只能一加一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三个人结盟啊。没有，我两次都是一加一，我两次都加同一个人。谁？哇！那 Teddy 有跟你结盟？波来暗去的。喜好问题了嘛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你们不理我，我生气。反正 Teddy 就是圈子有一些潜规则，自己稍微对啊，稍微有一点。姐姐不在台湾，所以接下来剩下我跟 Teddy 两个人的牌子。让人无从过关的地方啊，应该不可能是。是谁？一，他就一心怀恨。啊！那我再加一个人，让那个人也赢。Teddy， 啊，因为 Teddy 刚说要跟我同盟。Teddy 有帮我加一个，所以我选 Teddy。恭喜 Teddy！ 天哪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也要，你他是帮你补最后一张，但你也要认真帮他。有，他帮你补两张，对。不然你那整个过程，你报一下，报一下。潜规则，快点，潜规则，这个要新娘报，是不是？新娘报，待会镜头卡在处理了，好，我会叫老公照顾你哈，我清白的。Teddy 的部分是因为什么呢？最后呢，他很好笑，他跑来找我，他一跑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扣我一张，对不对？我只想套他话，他自己就这样，对。我说哇，我随便套就套出来了，没有，我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是想要去找你跟你讲这件事情。哦，所以他因为他正直，所以他讨人喜欢。对，而且他又没有杀伤力，就是大家不会想攻击他。通常那种奸诈就是比较惹人厌，就会被攻击，就会被攻击，因为都是一直扣，对，就一直扣。
怎么讲话？我好像有点流泪了。声音又靠。鼻子都酸酸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获胜的是我们四位。来，奖金枪二选一，这四个人可以决定一下到底要选哪一把枪，因为这里面会有8000元，大家可以平分。既然有冠名，那就让冠名的人选哦。好，谁啊？你不是付50万吗？你们两个精灵啊！我已经请教到哪了？不行了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你们两个决定，我们跟水，我们男生跟水，你们两个女生不行啊，他们两个怎么？我们先指，然后如果是双数再说。没有，就他说两个的话就再说。还是我帮你们选好了，他就三亿，没意思是这样。我是单亿啊，不然我帮你们选了，就这只啊。我想不起来。所以讲的第二人是他们两个要取分的，出来是取其一。我一开始以为，而且你爸大喜欢之后，大主播也不想这样，刚好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。如果你们三个都选这一个，那你就看 Kitty 愿不愿意。所以我刚刚本来他们说要选的时候，我本来就是决定说，哦，四把都那个啊。好，1、2、3，那我可以按这支吗？我可以一起按。好，一起哦。这是我选的，好，平举，好，好，数到三，1、2、3。恭喜四位正式成为精灵，获得奖金。